好啊、欢迎继续收看大话新闻哈。今麦为着财团，老实讲，他们农民啊，很卑微的要求讲啊，伊的田爱有水，今麦可能嘛做未到啊。所以那个农民啊，在中科，你看混到瓦固啊，好、哦，就只卑微说外田爱有水，今麦水嘛去有财团提了了啊。好、哦，这是其实已经是昨天的新闻。不过，我觉得我们要声援他们，来，我们来看不息啊。反中科抢水，上百位农民手拿抗议标语，事先在水圳提防彩绘稻田甘蔗，传达丰收景象，并搭设舞台高挂护水的大海报，要向国科会南下勘查官员表达心声。本来大家拢认为讲无希望，因拢来啊，因拢来替咱支持咱的公道。溪州乡民蒋道窟一直以来农用灌溉水，因六轻工业用水所需关系，工四天停六天。后来加上中科四级二零园区新建，水源再被抢走，让农民日子难过。如今传出友达面板打算取消设厂，大肚兰和堰停工，取水工程暂停。农民们长久以来反对工业抢水诉求可能有转机。绿营立委林佳龙等人、诗人吴胜女儿吴依宁到场声援：中科四期已经要全面的转型，更没有必要在做这个工程抢农民的用水。现在应水都来应给我们贵州用多一万八千块块农产博才来灌溉。溪州乡民就怕有田没水种，集结盼望中科四期撤销抢水工程。但园区所在地的二林镇镇民立场不同，近五千人主张不要变成国光石化第二。一个科学园区开发在不同乡镇获得截然不同对待。好，不过了哈，我还是讲一下，年轻人，你还是有希望的啦。哦，大家不要放弃，因为房贷四十年就可以贷到了。这是今天的新闻，四十年房贷，财政部长支持公股银行推动，因为啥？少年人现在都买不起。潘先生，安尼，你讲安尼拖较久的？不是，那是安尼，我敢讲安尼，少年人有希望，无啦，上我也上五十年的啊。我才收底啦，百年啦。半年上下，半年计，你若目睭开起阵出汗，伊就好啊。啊，无会安怎讲？伊即马你用铁网啊包去带看有影。啊，拖了四十年，讲加加大的利息是百几万呢。嗯，你想看，不是无免利息的呢？我是讲，少年的千万唔通去用骗去。嗯，会记得无？卖叫多久零两千零八年去改，他推了一个什么东西？嗯，青年购物专案。嗯，两年前两年政府补贴利息。对。嗯迄摊吼，真侪少年就聊了呀。嗯，啊不呀，调下啊，嘿，调下啊，变乌龙啊。四十年你听起来很吸引人吼、哦嗯，我相信少年的你，哪到三十岁左右，你看到这新闻会足欢喜的，讲、嗯、啊，我也可以终于一圆梦想，可以买房子。嗯，利息 1.83%，听起来很吸引人，对不对？嗯、但是我要跟您讲，利率不是固定不动的。嗯，啊，万一阿盖利息那去嘞？嗯，你去你敢交会去？四十年呢、我房贷排二十年，我就感觉足辛苦啊、你佮排到四十年，我真的无法想象政府这个政策，我觉得叫做可恶。嗯，你要让少年人买得起厝哦，你应该是让房价合理化，嗯，让年轻人的薪水增加，伊唔叫有希望。你这个是什么？我怀疑他是帮那个财团建商啊，在销售余屋啦。嗯，因为大家唔敢买嘛，买不起嘛。嗯、好啦，让你四十年啦，来啊，紧来买啦，先签了再讲啦、嗯。反正银行他也不损失，他有房子抵押，伊也唔惊你变呆账啊。建商储备去银行款搬落来，伊现金放在那底下烧烧。倒霉的是谁？倒霉是那些买四十年房贷的人。我根本在民进党，我干嘛爱他上了什么年？背长年，背长。本来票会较济喎，执政靠信赖感。我另外上背长年多好。四十年房贷，洪毅，四十年房贷推出来以后，我已经我记我二十年诶，我对，咱伊当初大概拢贷二十年啦。洪毅，四十年房贷推出来以后会有什么效果？嗯，房价会涨。嗯，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，那我可以买房子啦，负担减轻了。对啊，需求增加，价格又往上跑了。嗯，居住正义要谈的是我们前面讲实价课税，现在实价课税不做了。嗯，正所税要做吗？今天有说要做吗？没有。现在给你讲四十年房贷。嗯。所以四十年后，反正四十年后嘛，蛮久，这个政府也不知道在哪里啦，管你的嘞。四十年就四十年啦，五十年就五十年啦，六十年六十年啦。嗯，我们都觉得不合理，对不对？三十岁买要还到七十岁啊，这合理吗？四十岁买，
那我不知道啊，对不对？那大家，我的意思说，大家为什么40岁要女人买？因为只有女人平均余命有超过80，男生好像平均余命70几嘛。对啊，那希望这个时候我就不太清楚是女人比较幸福还是男人比较幸福，就是你到80岁要女人比较惨，你拖不完啦。80岁还要还房贷的生活是什么样子？这真的是宏毅，这真的是幸福经济啊。幸福国家啊，这样。徐老师可以关键一家，我发现马总统他们、马政府他们很厉害，没得戏哦。给你推40年房贷，莱克多巴胺哦，本来合作禁药哦，啊，卖该做未核准药，未核准用药啊，以前没使吃，未核准用药在家里啊，过来。以前失业率四小龙上班，对，现在跟英国比，干嘛比英国啊？不，宏毅，那禁药那个，我觉得那个很可恶哦，我一定要补充一下。禁药是政府明文禁止，未核准用药是什么意思？是你无来申请我核准。对，我无禁止哦，但是我嘛无准你用哦。好，万一啊，该有人假瘦肉精、假料，身体无拄好，而且很。刚好他也能举证，我是安尼，我要申请国赔，还是有这条条文哦，欢迎的判例书啊了。政府没有核准啊，对，是你自己要吃的啊，对啊，你要怪谁？这近乎空耳呢，想开放不敢担责任，搞这种东西，而且我还没听过优素一来哦，唔捌听过讲行政院的政策不敢自己提法案，拜托国民党立委去提案，行政院你在怕什么？你就提嘛。结果叫国民党立委提案，怎么会有这么没担当的政府啊？其实老怕陈冲是30年来唯一敢涨电价的内阁，而且他院长哎，怎么会怕提案呢？怎么会怕去担瘦肉精这个事情呢、啊？宏毅，那以后海洛因也说是啊，未核准用药，对，反正都未核准嘛，也没有说合法啊，对不对？这些都是名词，宏毅，你的确讲的对。从选后，你一直在问一个问题说，那国民党。靠什么赢？就是靠这些在赢啊！选前跟你讲说80%健保费不会涨哦，选后跟你讲说啊，对不起，算错了，好，要涨55，好，算错了，一场误会，误会，金算师的问题跟我们没关系，金算师回去打屁股，好，选前跟你讲说啊，我这个什么减半动涨，对，减半还涨，选后跟你说啊，亏5块，你欠我5块哦，可是我跟你要3块就好了，这个政府对你好不好？好，好。他就是这样在做，我们只要把选前的东西拿出来，居住正义啦，我要做哦，第一任不就不配当总统，这个我就不要再讲。宏毅，那最后他有没有骗到？他真的是骗到了。老百姓怎样？老百姓现在都觉得说，哇，他都还没连任就职哦，那大家能怎么办？所以我真的觉得520不是蓝绿对决，真的有人要上街头，你不要去打什么。蓝啊绿啊这种旗帜，是民众要跟这个总统讲说，你还有4年，那你要做什么啊？徐老师，刚刚我上节目前哭呢，因为涨烟哈，涨电哈，涨油啦，涨学费哈，你是喜极而泣是不是？我是欢喜，喜极而泣，感动哦，靠干哦，目睭睁开了这样。这是今天的《自由时报》，你知道咱公务人员有高考。够普考，够几种我就上初等考试，初等考试应该是比所谓丙种的吼，原来只等就给了最低阶，还是然后安尼啦，应该是2职等，二职等了，录取月薪有大概30000块啦，哦，真好啊，哦，讲今年有69578人去报名，考的人5万几个人啦，今年录取几个？639个啊，录取率1.24%吼。比房贷较低。报考的人有20个博士，5000几个硕士，但是高学历未必考得上。讲我20个博士拢中落榜啊。硕士干啦，要49个尔。我即马是要请教大家，艰苦人有无？有啊。大家要拼迄个关啊，100个要录取一个，薪水偌济？30000块。哎，好，啊，即马趣味啊啦，伊30000块要生活，涨油啦，涨几遍？六遍啊！即马要过来第7遍啊！去电，去健保费，去学费，去分，啊，搁要让你食瘦肉精，
啊，这三万块是要哪开下本？这个哈、哦，初等考试是可能考选择题尔，迄是足低阶，他进去哈、哦，可能是公务人员里面大概公有这样的一个阶层、可是那么多博士去考，表示很多人找不到工作，高阶的教育者找不到工作。那我们要想，你讲一个月三万块，对足侪人来讲，三万块足侪啊呢？因为哈、哦，即马房贷你若讲要拿四十年哈、哦用800万的房贷来算，一个月假设你房贷要付2.3万哦，这个。3万块至少可以保你每个月都缴得出房贷，至于你有没有办法吃得饱，那另外一回事。所以好，很多人去抢这个东西，那表示说台湾现在很多人已经面临到失业的窘境。啊，但是监护不差，那监护反正就继续开放这个公务人员，听说那个公务人员的名额还要增加了哈，多一些，让大家多一点希望。我提醒大家，这个800万的房贷，这个40年的房贷非常可怕哈。它哦会让年轻人大概要多缴100-200万的这个利息钱，这个东西很多年轻人一想说啊，市长你不要紧，我先来付个投机款，你只要一背下去，你可能终身屋奴。公务人员65岁都准备退休了哦，你想想看，越来你在60-70岁几乎已经没有生产力的时候，你还要负担这么沉重的房贷，对很多人的人生来讲。完全没有生活品质。其实我感觉关键是七万的，等于嘛是7万的，要搁是找无3万块的。找无，对，应该是安尼讲嘛。这7万的到底我都买厝无？无得可能卖光啦。所以我是感觉爱推80年房贷有这7万的。80年，不然你怎么买？同意啊！我再讲一下，40年、80年房贷它的效果是什么？就是房价一定会涨。第二个，炒房的成本更低，很多人去贷40年啊，我一开始付很少的钱炒房啊，因为房价涨以后我就赶快脱手，为什么？我根本付很少的成本在那边炒房，这个政府知不知道？我觉得马英九连内阁很多人都知道，可是为什么还要继续做？他就是要这样干呢、啊？是，或是，哎，你头下讲哦，这7万外人找无头路，不是今年啦，有遐侪人为什么讲这所谓的薪水无盖管3万几块哦？这么高的学历也要去拼，伊不是讲哦，我讲哎、欸，3万几块，伊看这個、不是，因为伊是看歹。你唔系讲3万几，伊其实是无甲3万块。对了，我的意思是讲，他其实是看好前途啦。搞不好明年更糟了。哈，即马有3万啦，明年至少嘛搁3万。公务人员就是安尼就好，就稳定嘛。反正你也卖出差错，你过来就是逐个月拢，逐年拢安尼。伊为什么遮侪人去考？因为看坏远景啊啦，不是讲干呐，讲为今年讲无头路，是整个对马政府的施政完全没信心。是，哎，七瓦头好像说要讲那个什么公务员跟健保，谢谢啊。对，因为像。刚刚因为刚好有个观众call in进来，就是讲说他是个小吃店老板，什么还要再当扣费1人2%的这个事情哈，那确实是也要替雇主抱屈一下哈，就是说像我们很多的这个老板有员工福利，你有生日礼券呐哈，给夫人洗恭喜保家昂包哈，有人叫结婚礼券，啊，我等下端午节吼，你姐爸会恭喜的礼券，啊，拍谁的礼券拢爱靠他，嘿，礼券嘛爱靠，你无得现金，你诶，今仔日吼讲。你若去哦，红衣大哥请，红衣大哥啊，你安尼老人年金吼，给你2000块礼券，给你2000块礼券哦吼，哎，等公司65岁有员工，我们公司是有年龄限制哦，我你有现金免扣嘛，现金嘛哎哦，伊若去到公司爱报税就爱啊，伊若摕到礼券吼，你嘛爱扣，所以咱个讲的这，咱补充保卫工投保薪资4个月以上的奖金，咱的民众拢理解成年终奖金，唔是呢，是，但因为我记得郑大哥以前跑财经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薪资哈，就是说这个所得税50里面的科目很多啊，各种补助费、津贴、什么税费、加班费都洗的哦，对啊。那健保局自己把它解释成说，哦，那个我们是要收50里面所有的那些科目，扣掉你的薪水。啊，所以那里对科目就多嘛，这拢爱洗。按头多人讲，所以劳工是安尼收，拢爱收哦。那看来公务人员，他都咪讲为93.52的爬数变100对吧？100了嘞，咱家有老师哈，足济个哈，来看进账哦。这是侯老师。侯老师，公务员嘛，赶快啊！徐老师，徐老师嘛是哦，那不分公司力了哈。那请问以公教人员的来举例子啊，去做这啊哈。你看，恁即嘛哈，咱这个老陈啊哈，老陈啊，看老陈、小陈拢好啦哈。干脆写老侯不要紧啦。老侯，我本来就想要写老侯哈。来，你那月薪哈，你
国中教书哈，中学教五万块啦哈，啊，你这些老成有兼特教班哈，啊，课后辅导钟点费哈，这些东西啊哈，那你看他有特教津贴辅导，一个月领一万块，他女儿上私立大学，我们不是有公教人员的学费补助吗？啊，几年啊，几学期领三万块嘛哈，啊，几年用领七万块，还是哈，啊，新制健保实施了啊哈，你看啊，咱拄仔咧讲的啊，老成的保费哈，一般的保费是为8700要涨到9312，逾100%的费率了嘛？提高了。啊，补充保费也好，他才说 N 加几班啦，七万一啦，七万五，这年终奖金拢扣掉了哈，扣掉这四个月了，扣掉这拢总伊还佫高。1332块，一年要给高头2000块的保费，没有错，而且一个人哦，他有眷属的话，眷属要再来上算其他的，所以老侯的老师，老侯的这个我可以帮你算一下，等一下有时间的话，我们就算一下老侯可以多少。老侯快一天，老妹变老高了，盖推啊，不。所以他刚刚讲说，这个整个公，因为刚刚讲就是我们的公教的这个体系里面，特别是老师，他有非常多的加级科目，你看啊。特务官的特资费没得省，大官遐，对他的特别费啦，开不了嘛，圣爷薪水嘛，哈，无单据核销，嘿，唔免高，但是我们有一般老百姓的这种小的津贴，拢爱高，是，好，所以啊，其实今天讨论那么多，我讲的还是一样，就是说，咱拢希望国家好，但是啊，是非常的不公平，是拢对大好家人拢不下手，但是拢对善恰人，而且善恰人只会更穷，未来应该何去何从？生活是有够艰苦过。等一下啊，回来啊，我们继续开放给大家call in，来先休息，进广告。